10月13日，中国大型女子偶像团体 SNH48 一周年狂欢庆典在其专属的星梦剧院内举行。本次周年的主题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经过一年的成长，这些年轻的女孩已蜕变得越来越成熟。精彩的 Live 歌舞秀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。回看 SNH48 建军一年的历程，首次发布演出、首次握手会、首张 EP 发行、首家剧院开业，以及即将于11月16日举行的 SNH48 首场广州万人演唱会，这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新兴偶像团体也希望可以再接再厉，再创更多的乐坛奇迹。都有很多感慨，就是我们越来越像一家人了，以后呢也会朝着同一个目标，我觉得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成为中国最好最好的女团而努力吧。我们会在演唱会上披露很多首我们的新歌，而且那个时候的舞台呀、灯光啊还有服装之类的也是之前前所未有过的，然后我们大家也为这个演唱会做了很多的准备和彩排，非常希望到时候能给大家看到一个就是有所成长的 SNH48。